的零度空间突然变得很美，让我笑了真正爱的纯粹。我和你在一起总想被春风吹，这种感觉让我陶醉。时间悄悄转换，我们间的错对，有了一种久违的甜蜜体会。每天都和你相拥在梦寐，醉过醒来有多少回。多想你和我一起飞，和我一起飞，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。多想你和我，和我一起飞，寻找那被甜蜜捆绑了滋味。我们在美丽新路上一同回归。我的零度空间忽然变得很美，让我笑了真正爱的纯粹。我和你在一起总想被春风吹，醉过和醒来有多少回。多想你和我一起飞，和我一起飞，把浪漫的心重新支配。多想你和我，和我一起飞，寻找那被甜蜜捆绑的滋味。我什么动机了我？你还真要我说出来吗？少莹老师，你和你前男友过去有什么瓜葛，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对吗？可你拿孩子们来说事儿，利用孩子们来达到目的，我看不下去了，不行吗？贾飞，我的事儿，一来你管不着，二来你猜不中，我就奇怪了。你怎么就那么爱猜来猜去的？嗯，这怎么你自己的事反倒你一无所知啊？你怎么来到这个家里的？你就一点都没怀疑过吗？那么，难不成你知道？在你没失忆之前，你可把安康害惨了，一会儿又受伤，一会儿又上医院，最后都把人弄休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你，傅小姐。喂，袁总，真的看清了吗？肯定看清了吗？绝对看清了吗？掉头回去。哦不不哦不，不是说你啊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去。师傅，咱们开快点，我有急事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包助理说看到家宝了。家宝。咱们得回去了。袁总，你在哪儿啊？没看见啊？哎呀，快点吧，再晚来不及了啊！哎呀，您不知道。哎，袁总，袁总，走了，门啊！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确定是他？哎呀，肯定是，肯定是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行，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说话呀！贾飞，贾飞，别生气，有话咱好好说。徐少辉，你明明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，
你明知，其实他从头到尾一直都在欺骗我，对不对？谁呀？我骗你什么了？我真的不知道你竟然会这么恨我。你为了报复我，竟然可以伪装了那么久，安康。你究竟打算骗我到什么时候？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觉得现在还需要解释吗？啊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其实你在医院里碰到我之前，就已经见过我三次了，对吗？从那三次以后，你就开始恨我了，对吗？可是，那些都只是一时的。你在医院里见到我之后，你心里就非常高兴，你觉得报复我的机会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让我一个失忆的人，不看病也不休息，就硬拉到你们家，给你当不要钱的保姆。你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，对吗？你说吧，我这些哪里说的不对？是，都是真的。可以了，我现在已经都知道了，我终于全都明白了，我以后不会再相信你了。一开始是那样的，但是后来变了。后来我被骗得像傻瓜一样，你还跟我谈什么后来？佳飞啊，你不用再说了。行了，佳飞啊，去我那儿住啊，我闺女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不空，不用交房租的。佳飞，你有资格说话吗？安康，你省省吧你。走，佳飞，走吧。小娘请再说吧，啊！安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算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！我就知道。这个地方好熟悉啊！哎，你查一下，这个牌子的咖啡店在什么地方有连锁？哎，找到了。还好，范围不大。哎，米良，你看看。米良，没事吧？照片上这个人。这个人就是董事长，对吧，包助理？错不了，绝对错不了。哎，袁总呢？哦，本来已经到了，听说卢董事刚走，就追起来。怎么追啊？出租车。袁总这回可真拼了，连追车戏都演上了。你说卢董事到底知道多少了？我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关闭的网页又被打开了，所以这张照片他肯定看见过。前任现任总经理在路上你追我赶，包助理，
你去办公室坐镇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。好。包助理，这次如果你找到家宝董事长，你的功劳最大。我们找了那么久，查了那么久，还不如你上网一溜。和你比起来，我就像个睁眼瞎子。别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去吧，谢谢。是，董事长。这张照片你以前见过吗？我见的是真人。啊？知道照片上这两个人是谁吗？前面这个穿奇装异服的是吴婶，昨天我还看到他这个样子。后面那个你们以为的家宝，就是我说的加菲。我到现在还没缓过来是怎么回事。这个人就是董事长，没错。我开始也以为他是家宝，可后来他跟我说他是什么什么小院的保姆，来历清楚，脉络清晰，笨手笨脚，跟家宝完全不一样。我的怀疑支持不了多久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一模一样的人？我哪知道你说的是谁呀？你们俩认识那么久，他是没示意你都不知道？他没跟我说过，我只知道他脑子有病。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我天天问他有病没病没事吧，他一点都认不出你来。单凭这张照片，你们就肯定他是家宝，但是我不敢肯定，在我的心里他就是加菲。这个事情离奇蹊跷，古怪狗血，全被你碰上了，你可真幸运。董事长的医疗记录很齐全，要想知道加菲是不是他，不难。走。我不去。这次我们要找的不是加菲，是你的妻子薛家宝，于情于理你都该去。那么你希望谁去告诉加菲？实际上他就是薛家宝。我，袁总，卢董事。我不知道我希望的是什么，不过最后怎么样，我想对我来说都不一定是好事。敏玲，总是要面对的。姐啊，你肯定是故意。你肯定是故意的，你！那我不是一时气急了吗？你怎么不去说他呀？像他那么尖酸讽刺，你，我，他不气我，我能说这些吗？姐，他说那些话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您半句话你就电闪雷鸣，这能比得了吗？我才是你姐呀！他是什么人啊？你怎么一心向着别人，胳膊肘往外拐呀？我这帮安康你看不出来吗？你知道他现在得受多少罪吗？有什么过不去的？说都说了，早点说出来有什么不好呀？省得安康他空中楼阁痴心妄想的。我就知道你这么想，但这话要说也不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要说也得从安康嘴里说出来啊。我跟你说这件事之后啊，安康肯定就恨上你了。姐啊，你长点心吧啊，你是不是存傻呀？多傻多傻多傻。会吗？不会吧，安康对我不至于吧？啊，不至于吧。啊，加菲，加菲，哎呀，你要怨我恨我都是应该的，我不会辩解，我只希望你能听我说几句一些一直藏在我心里的事。
你呀，真是个善良的姑娘。还没有动静。是啊，都好几个小时了，我也觉得奇怪。来了来了，出来了。行，我跟着。师傅，跟上那辆车。除了两个孩子的晚饭，还有什么事让你这么挂心呢？啊，贺大叔，您研究了那么久，您觉得我以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为什么安康他会那么恨我呢？啊，哎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不知道。也不管你过去，过去的事儿是不是还记得？我认为啊，一个人的品性是不会变的。你不是个坏人。现在出去啊，那是姑息养奸，那安康更要无法无天了。哼，利用孩子来要挟，太可耻了。哎呀，那他要不去，大半夜的，孩子又哭又喊，多不好啊。佳飞啊，你还得去劝劝，不能因为大人伤了孩子，你跟他们说清楚了，他们安安心心的不就没事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正是为了孩子。才要搞清楚个对错，你这时候争什么对错呀？别说了，我不想出去。看见吗？多有是非。佳飞，不行啊！你是孩子的。不过，孩子们在这哭也不是办法。我还是出去看一看吧。看看，得懂人情。加菲阿姨，睡个觉有那么难吗？闭上眼睛数绵羊不就行了吗？啊！加菲，你不回来给我们打个电话吗？害我们得找你。哼！就是你搞的鬼吧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要不你带我们在贺奶奶家里睡吧？好吧。走吧，不过我先说好，只能打地铺哦。你要忍心就不会出来了。被你发现啦，走。最近可忙了，老袁。对对，是老了是老了，所以也就是顾个问，咨个询，忙是谈不上的。不过我这份清闲可得感谢你啊，thank you sir。
顾格问资格群，你不说我还以为你在搞外勤调研呢。怎么今天累坏了吧？在出租车跟了我一天，有什么收获啊？我告诉你元芳，你也回去好好告诉江敏良跟苏妙敏，这算什么呀？让一个堂堂的前总经理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太没档次了吧。还有我这个人没什么好，就是走得正坐得正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们想知道什么尽管来问我，我能说的一定告诉你们。哎，一场朋友，你听我说啊，苏妙妙这个人啊，有1000种10000种心机手段，但是全都是下三流的，如果你们两个听他的，早晚倒霉啊。嗯，我怎么会听他的呢？No, 这种事情真的不能自己干，花点钱请个专业的，不然会累坏自己的啊。看来当间谍还真需要点技术含量。哎，佳飞，你先听我说。让开。你就只听少莹的话，然后自己胡思乱想，也不肯听我跟你解释清楚吗？啊，你说的话我还敢相信吗？佳飞，至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等我说完你再决定信还是不信。那么你当时给过我机会吗？你把一个失忆的病人骗回家里当保姆，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你觉得你这么做难道对我就公平吗？当时别说你已经失忆了，根本无法做出选择，就算有我也不想给你机会。让开。哎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实在太恨你了，每次遇见你，你都会打我，就像个魔鬼一样。你让我怎么不恨你啊？那你说，我究竟做了些什么？你打我，踢我，还把我往水池里推。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有原因的。或许你是有你的理由，等你找回记忆之后自然就能知道为什么那么做，但是对我来说这些都是莫名其妙的挨打，根本不知道原因，这点你能理解吗？真话你得听吧，否则你也不知道该不该信，对吧？被你推到水池里以后，我因为不会游泳差点就被淹死了。你只知道你失忆进了医院，却从来没有问过我，我为什么会在医院。我被从水池里救出来之后就被送进了医院，那时我急需抢救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总之现在我已经把事情都跟你说了，信不信由你。这些就是你要说的？现在真的就算是你说的那样，从开始骗到现在，我看不管怎么样你也应该够本了吧？你现在还想怎么样？我现在只想解脱。听我说，佳飞，那是对你的恨早就已经消失了，打那以后我再也
应该也是很有钱的，就是脾气，有点不太好。不过看上去应该很精明干练，总之很厉害的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当时的你是做什么的。听起来挺有意思的，和你之前说把你推下水的人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以前常常在想，在我失忆之前，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会不会跟电视上演的那些白骨精一样，穿着漂亮的衣服坐在办公室里，没事儿呢就扭来扭去，周围有很多人看。哦，我还想过，我肯定是那种特别可怜，没爹没娘，谁也不认识的女孩，找工作被人家轰出来，肚子饿了想讨点吃的，最多被人打发两个馊馒头。娘，你快点拿过去吃吧，抢到呢就是你的了。安康，我还想过我可能是明星，不管走到哪儿呢，都被一大群人围着，这些差不多都被我幻想了一遍，就是没有想过你说的那样。哦，什么？没想到我会是一个结过婚的人。安康，现在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。之前的你就算死也不会告诉我的。其实我真的很感激你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不能接受。我知道在你心里面一直惦记的人是江敏良，不然你也不会对他下狠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相信你，因为其实不管怎么说，在我受伤失去记忆之后，第一个说认识我的人是你，第一个收留我的人也是你，还有第一个让我觉得就算失忆也不用感到孤单和害怕的人，其实还是你。这么说，你不怪我了？做错了事呢，就肯定要受罚。我以后再一件件、一桩桩的跟你慢慢的盘算，而你呢，就给我慢慢的还债。这就是你的报应，明白了吗？你这个人也太小气了吧！跟你学的呀。我已经都决定好了，一切全部重新开始，明天就搬回来当你的债主。醒了。几点了？都七点了。你怎么定的？想好了吗？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上次分手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他爱上的人是安康。我突然间发现我对他只有责任，等我尽完责任以后，我就会离开他。这就是我的想法。
好，很干脆。那现在我们进去。不着急。放心吧，贺大婶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安康他以后再也不敢欺负我了。佳妃啊，还是住我这儿好，不用操心，不用担心，对你身体有好处啊。是啊，你婶说的对啊。哎，究竟怎么了？你突然对自己那么有信心呢？我有信心了，那我就搬回去了。谢谢你们收留我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听好了啊，不准再有下一回了。安康，对佳妃好点啊。是，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她了，我一定好好的照顾她。大家放心吧，不平等条约已经签过了，她割地赔款、丧权辱国已经成了定局。啊，对，我们都说好了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快走吧，快点啊。哎，我来看看。好了，给我吧。哎，找谁呀？啊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徐少辉住这儿吗？少辉住这儿呢，你找他呀？那个是个好小伙子，到我这儿等等，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好，来吃面吧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很香啊？嗯，来来。快吃吧。啊。水呢？水啊。哇，我给你拿。这些够不够？不够再给你添啊。醋呢？醋。醋。我去给你拿。是路过来，你们这小院儿挺有特点的。特点？我们院儿吗？啊。
要怎么办才好？这样的心情不能平静下来，不能像之前一样的镇定。是爱的话怎么办？和我在一起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像我一样紧张吗？一样的心，一样的话，一样的想法，和我一模一样吗？这是爱吗？不觉得懂。